一二三元就爆，东北大先生。进入十二月了，然后说到十二月的话，圣诞节，然后这次我们要拍的计划是芊芊邀请我们的圣诞节串联计划，对，跟很多 YouTuber 一起拍片，参加的人都会抽一位创作者，然后必须用他指定的食材做料理送给那个人。哦，像那种召唤礼物，但是召唤食物的那种计划，我们送给其他人，然后我们也可以收到一位创作者做的食物。Right，没错。然后我们抽到的是安卓，他指定的食材就是蛋糕。蛋糕，没错。食材吗？对呢，我想象的是那种鸡蛋、起司、鸡肉之类的。这样子的话，用这些食材，用创作力可以做料理。但是他指定的食材竟然是蛋糕，我们可以吧？所以今天的计划是跟很多 YouTuber 一起拍的圣诞节特别计划。挑战火锅套路，七一月中后开卖，限量330，还有机会可以抽到我们的签名照。你们一起来赞，来签名火锅积分啊！大家一定要爱我。我们准备的蛋糕是给女朋友的礼物的感觉。这个就是我们准备的蛋糕，不好意思啊，这签的太完全了，而且很完美的样子。如果加什么东西的话，会坏掉的那种。这个直接送给安卓，他会开心吗？但是这个蛋糕的话，没有三元 Japan 的 feel 吧？所以今天我们另外准备的东西介绍一下，是我们代表的食物，就是这个。真奶，真珠真珠啊，很圆很圆，所以怎么办？加上满满的真珠，这样才可以传达我们对他的爱吧。但是俊长，其实很可怕，我们有时间的 limit， 到四点一定要完成。现在是三点，所以应该是来得及，因为这个要送给别人，然后四点的时候大家恭喜会收到那种概念，所以我们赶快要做看看吧。OK。欸，其实我们第一次合作吧，你有见面过吗？没有，我也完全没有。哎，我都看他的爱情。哦，我也有看，很久吗？大概30秒钟。30秒？他说那么快？这个台湾的珍珠太方便了吧？而且这个应该随便的超市都有卖。应该可以了吧？过了30秒，珍珠的部分完成了，先去吃一下。这个乌糖的，可是这个上面有写黑糖风味吧？一点点爱，应该甜度不够呢。还有只有珍珠的话，有点对它的爱不够的感觉呢。现在3:20，应该来得及吧？那我们去买一些调味料。对，要吃吧？对对对。赶快要找黑糖哎，有吗？是有很多的，最贵的。它手工的，但是俊长只有一个口味过吗？因为黑糖珍珠应该是很普通的吧。这个呢，炼奶，所以我们可以做黑白的蛋糕。干杯，回去。哎，不错，可以。现在大概3:30，赶快。OK，Yes。哦，这个味道，优先这个甜度最重要。OK 啦，谢，完成。那直接盘嘛，好，来吧。哦，这看起来很好吃哎。哦，看起来不太好吃，但是吃起来应该很好吃。太黑色吧？所以我们一直选的这个炼奶。好 ，Jingle Bell, Jingle Bell, 苏苏卡达鲁。哦。圣诞节三元加班特级蛋糕。好，那时间快到了，那我们送给他吧。只有蛋糕吗？这不是礼物吗？这是一个礼物，这是食物。哦，那你准备什么礼物啊？安卓一定会开心的东西，就是这个。嗨。
他就会开心的，就是 cosplay cosplay， 而且有点性感一点的。按着装的话，我会开心的理由。为什么你要开心？那是自卑吧，自卑理由。安卓的开心是我的开心，我的开心是安卓的开心，有道理。其实还有一个理由，就是这个。这个是我们去年的圣诞节的时候拍的那个鹿的 cosplay 的。怎么了，组长？我是你的鹿爱心。我才是你的鹿，两个爱心。欸欸，那我三个组合。好，如果想看安卓收到我们手工做的礼物的翻译的话，一定要去看他的频道。然后我们也肚子饿，想吃那种圣诞节特别的东西。四点的时候，某一个人会送给我们一个东西。我猜，应该是牛心之外的。好，我们期待一下吧。走，来喽！啊，谁送的？Meg。谢谢 Meg， 谢谢 Meg。我们跟 Meg 已经有认识，上次跟芊芊、古娃娃拍他们的影片的时候，我们有认识。这个计划的话，我们知道送的人是安卓，这个是提早我们知道的，但是我们收到的人都不知道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上次的西仔，我说其实我应该是说鸡肉。好，那开箱看看。哦，看起来很大哎。哇！哦哦，那是可爱的，都是圣诞节有关的啊。还有一个信，然后它的包装超级有趣的耶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个真的男生跟女生的差别。对，谢谢。我们真的很烂耶。我们刚刚没有写我们做的东西是什么啊？对，我们应该先看这个卡片吧。嗯，哇，很用心啊。好，那我念一下好了。亲爱的 Tommy 和正常，我是 Meg。知道你们很喜欢珍珠奶茶，所以加上你们指定的鸡肉和起司做了珍珠奶茶，希望你们吃得开心，感受到我的心意。 Merry Christmas。 哇，好，我们开箱吧。送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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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有鸡肉，还有珍珠奶茶有吗？哦，他应该用奶茶煮饭吧。很香耶。好，那我们要吃饭吧。等一下，先要带蛋。这个可以带吗？有圣诞节的票呢。哦，真的有耶。嗯，还有这个。对，这个也好，那么我们开动吧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哦，很好吃哎，比想象不那么甜呢。嗯，这个饭里面有珍珠奶茶的味道，直接可以感觉到，其实蛮搭配的。这个奶茶的香味超级好耶，还有鸡肉也非常的嫩哦，真的很好吃哎。他做的很好哎，太厉害了吧，停不下来。对，我一开始听这个名字的时候，这样子感觉，但是现在真的觉得很好吃。嗯，我想知道 Meg 怎么做这个鸡块耶。直接去看 Meg 的频道就好。啊，对的。想知道的话，一定要看我大家呀。这次参加的 YouTuber 们，以及我们认识的 YouTuber 好多吧。嗯，发师兄弟高盛嘛，新坚哥、芊芊，所以真的没有认识的 YouTuber 是只有安卓吧。哦，还有浩浩跟上半不要看的他们。哦，对，真的很多人参加的一个大计划。最后一个，吃完了。谢谢美姑。好，就是啦。首先真的要感谢芊芊邀请我们这个很棒的计划，还有 Meg 谢谢给我们这么好吃然后这么可爱的很多东西，真的感谢。然后希望安卓会开心。我觉得应该可以了，会喜欢。我有点担心的部分是那个 cosplay 的部分。不用担心，一定会开心啊！我会开心就好。純ちゃんの開心是安卓的開心，安卓的開心是純ちゃんの開心。有。
这次我们第一次参加交换食物的计划，因为我们去年的话有参加过交换礼物的计划嘛，就是这样，交换食物也真的很好玩。这个交换的文化在日本的 YouTuber 不会拍的，没有，我们没有。嗯，然后发这个影片的时候还没有，圣诞节大家也圣诞节快乐。嗯，希望大家过很好的圣诞节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结束，谢谢大家。Merry Christmas！ Merry Christmas！ We gotta get it.